我是谁？这又是哪？这是……看看周围漂不漂亮？确实是挺漂亮的。这是你创造的世界哦。为了让这次的旅途更有趣，我封锁了你所有创世期间的记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是不老不死的高度科学文明人类，这是我的家庭作业。当一个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到巅峰之后，人类究竟能做到什么？不老不死，操纵万物，甚至是创造世界。也就是说，我是这里的鉴于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还是担心你没几天就会挂掉。什么？这也是会死的吗？虽然这个世界不是一次性产品，但一旦挂掉，重新加载世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修改器和代码书。代码书？好好，给我乖乖活着。科科？什么呀？跟自己说话时语气就不能好点吗？过，这是什么？嘿嘿嘿嘿，哇哦，这触感，不愧是我。流水声，是湖泊。快让我瞧瞧本创世神长什么样。还不错。不，等等，这不是我在淘宝买的全网销量第一的爆款男神脸吗？还加了外发光，要不要这么浮夸的？所以，我到最后连一张脸也没捏出来吗？哎呦，怎么会突然肚子痛？难道我中毒了？哎，第一次用肉体，真是不太习惯。还是先按心上说的，去买个侍卫吧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这是我们祖先们生活的地方吗？这条如何？您的药。哎，我赶紧快点啊！话说回来，到底该上哪儿去买侍卫啊？这位公子有何见教？不是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有没有那种，就是那种店？哈哈，我明白了，这么贵气的少爷，仆从肯定是不缺。想必是来买隐卫的吧？算是吧。正巧城里有家夜行的分店就在这里，不过过去的路有点复杂，我给公子画个图吧。我操！多谢。就是这里吧？来买隐卫的，有令牌吗？铁头，有会员卡吗？没有。先进来吧。英俊潇洒的带刀侍卫？不，没有了，不存在的。没了令牌，就只能看这些货色了。连这都不知，公子莫非是初来长落？初来长落，人生并不熟，待宰大飞扬。我不是。公子大可不必担忧，本店既是夜行分店，自然不会糊弄顾客。只是夜行出身的影卫与一般侍卫不同，个个都身价不菲。影卫一旦认主，便终生受雇，是一次买断的生意。那么，公子请随意挑选吧。好的。哇哦，感觉自己在挑大白菜耶！据我了解到的古代物价，
一两千两确实不便宜了。不过，我是谁啊？我可是可以开挂的人呐！小凯奇干从哪儿进来？难道说我装了外挂，就忘了设置热键？搞毛啊！我是 SP 吧？公子，那位是不行的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这个多少钱？那个不要钱。哎，他不要钱，只需支付一两手续费。但是公子，他是个废人。我说，你就不能走快点吗？哎呦，果然便宜无好货呀！等以后有钱换个新的好了。属下无能，请主人责罚。你很痛苦？不敢。猜错了呀，尴尬。怎么肚子又开始痛了？主人身体不适吗？我怕是中了毒，命不久矣了。属下得罪。干嘛？突然摸我手干嘛？这属下无能，实在查不出主人何恙。怎么了？你脸黑了哟。周爸爸以为再不回来，我就要毒发身亡了。主人，属下无能，只弄到一只山鸡和些许野果，还望主人莫要介意。山鸡野果，拿这些给我做什么？不是去帮我找解药的吗？这迷人的色泽，这魔性的方向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食物？在我原来的世界里，这可是和毒品一个等级的东西，因为只要沾上一次，就绝对无法再戒掉，上瘾率100%。可是，这味道不好，手自己就动起来了呀！主人，不合您胃口吗？不是，我这就……五代赛高，肉体赛高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天哪，怎么停不下来？太好吃了！喂，你也需要吃东西吗？抱歉啊，我都吃光了，忘了给你留，因为实在太好吃了。属下不饿。好吧。郁闷，我为啥老猜错？影卫原来不用吃饭，真是刁刁的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客栈，好大的房子。属下愚钝，不知主人是哪家府上，只好先请主人于客栈歇脚。哦，那走吧。这个活轻松的，好多事真不错。上次早上那活怎么样？还算顺利吧。我觉得我家影卫好像和其他人不一样。掌柜的，主殿。启
间啊？一间上房吧。啊？就你住上房？不是我，是我家主人。啊，公子您要上房啊？当然没问题，先付个押金，我马上让小孩带您过去。好。所以说那个押金。哦，是要钱吗？但我并没。掌柜的。什么？是说这是那位大人的？小二，小二，赶紧带贵客上楼。哦，原来影卫说话可以当前使，挺厉害的嘛。属下无能。啊？干嘛？我刚刚夸错了吗？你咋又无能了？真的够得慌，怎么睡啊？主人，非常抱歉，迫于无奈，只好出此下策，大概只能撑个两三日，还望主人责罚。嗯，不会啊，你做的挺好的，我还要夸你呢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该休息了。哦，你还愣在那干嘛？嗯，不上来一起睡吗？主人恕罪。属下身为影卫，本该在暗处护卫，不该碍着主人的眼。可是，属下的身体实在不便，主人恕罪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不上就不上，随你吧。嗯，公子，明天的饭食和热水都已经安排好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还有就是，您这位随从伤得可不轻啊，要不小的替您请个大夫来。谁告诉你他受伤了？连我都不知道。小儿动嘴，小儿该死，请公子饶命啊！啊！你们一个个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长得很像杀人狂吗？被这些家伙给弄得莫名其妙。我本该是只手遮天的大挂珠，真是没金手指开关的找不着。除了美貌以外，我一无所有。哎，江湖险恶，我以后该怎么办？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救命！主人。警卫，救我！我要被勒死了。主人。啊！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独挡重来了呢。主人，喝碗粥压压惊吧。哇，总觉得没有昨晚的烤鸡好吃。不过将就一下也还行了。说这么多人走在大街上，都是去干嘛的呀？回主人的话，这附近有个集市，想必是去做买卖的。哦，集市，哎，要不我们也去看看？这怎么了？不能去吗？不是的，至少请容属下服侍主人梳洗吧。奇怪，这些黑黑脏脏的是什么？沾到水之后就融化成淡粉色的东西。主人。嗯，好啦，这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劳烦主人了。嗯，还好吧，不麻烦啊。好了，主人，您感觉如何？哇，真的舒服多了。我们可以出门了吧？就这样出去？可是主人您啊，我有什么不妥吗？没有，主人自然是极好的。好耶，那我们逛集市去咯。古代话本里，闯荡江湖的大侠都要配几把神兵利器，
刀子名在，刀王人王。当然，武器名字还必须让人一听就觉得屌屌的。所以这次逛街的重点是买大宝剑，锵锵锵！哎，刚好对面有一家铁匠铺，去瞧瞧。主人当心！是什么情况？一位，救命！主人，拉住他，拉住他，快来帮忙！哎，好险啊，差点被撞飞。请主人放心，属下会保护你。影卫真是个好人。我们走吧，主人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这位公子买什么？咱们店什么都有。哇，什么都有，不知道有没有大宝剑呢？哇，大宝剑，大宝剑！哎呀，看来没啥好货。叮叮叮，这个也是刀吧？又短又方，不太好看呢。不过这把刀亮堂堂的，还挺漂亮。要不就买这个？嘿嘿，要买的话。就买两把好，短刀双持，多帅气！妈妈，疼啊！肉体真的太糟糕了，好痛好痛！流了好多血，得包扎才行。属下失礼了。感觉如何，主人？好像比刚才好一点点。说好保护我的呢？可这是您自己，属下也……属下无能，请主人责罚。哼。哎，一毛一样。主人，您没事吧？你啊，这原来是血迹吗？所以说，这些，还有这些黑黑的东西，全都是你的血吗？是的。哦，难怪先前在客栈，老板一眼就看出他受了重伤。您这位随从伤得可不轻啊！竟然是因为这样？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还说你不痛，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现在确实开始怀疑你是了。居然连禁语都不用了，瞧不起我？只不过是没经验了一点，我又不是蠢。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比我早接触肉体还满意吗？秀优越的混蛋！那现在怎么办？你还疼吗？肯定疼死了吧？怎么办啊？对了，疼！主人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术业有专攻，肉体受损就该找专业的人员来维修。我去找个大夫来，嘿，简直机智啊我！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！你停下！啊！你受了重伤，一定连走路都很痛吧？我去找大夫来，你待在这里等我。听话。要这样拿？这样？不是啦，是嘴尖的那头。你好笨哦，嗑瓜子都不会。谁笨了？我这不是头一回吗？别在我医馆门口嗑瓜子，不是地瓜子嗑。大夫，他怎么样了？外伤着实不轻。
所幸只要悉心调理三五个月，倒不至于残疾，只是他经脉俱损，以后若要动武，怕是不太可能了。另外，他是个随从，身上却有墨刑烙印。你醒了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大夫说你的伤不出一个月就能愈合，到时候就不疼了。要躺一个月，感觉有点惨。不过这脸洗干净了还蛮好看的，难道是我自己捏的吗？我有点厉害。主人，怎么了？您的衣服呢？哦，拿给店家换药钱了。对了，你一直没吃东西，饿了吧？给你，是瓜子哦，门口的小孩给我的。不用了。哎，原来影卫不喜欢吃瓜子。早听说强盗土匪蛮横，竟敢到咱们长路来。什么时候睡着的？没事，别谢了，你们也不容易。还冷。哎，你怎么起来了？主人，这里风大，进屋吧。哦，好的。主人，我腿麻了。等等，说好的重伤呢？已经不碍事了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主人，您这是？这里暖和。属下服侍您穿衣。哼，冷酷无情。属下同医馆女主人讲，您是在半路上被强盗洗劫的负伤，希望他能接济几日。主人原先那身衣服价值不菲，他信得过。主人，属下无能，害主人破费了。哇，真暖和。主人饿了吧？大夫刚送来了饭食，请主人用饭。哇，很好吃的样子。哇，这个比你做的好吃。属下无能。你又无能了？你咋老无能 ？How old are you 无能？我问你，影卫必备做菜技能吗？别的影卫都很会做菜吗？啊，并不，大都只会几样基础的菜品。既然如此，做菜又不在影卫的职责范围内，那你为什么要说自己无能？你这种措辞很容易误导我的，而且我发现你这人很喜欢将过错揽到自己身上，这是你自己的心态问题。我希望你跟我交谈时能更直观效率一些。希望你以后能注意，明白吗？属下遵命。能明白就好。好烫！冷毛巾，什么时候准备好的？我不会用筷子。看出来了。能帮我加个丸子吗？主人，勺子。啊，谢谢，比筷子好用多了。二位吃饱了吗？味道很不错。小伙子，你怎么起来了呀？给我吧，我来收拾。这不必。我家老头子不是说了吗？你需要静养，至少得躺个十天半月的才行呢。这厮原来又在骗我。乖乖躺好。从现在起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随便起来。属下虽然逾矩，但有些问题想请教主人。合着我刚才说的你全没听进去？
大夫让你静养，别想了，歇着吧。来日方长，又不急这一时。谢谢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真麻烦，半夜还得起夜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也去上厕所？问你呢，怎么不出声？这是怎么了？都这个时辰了，你怎么还不睡觉？回主人的话，属下自幼受训，每日此时练剑，不得倦怠。可是大夫吩咐静养，你可不许胡闹啊！别练了。的确是，不必再练了。我此生都拿不动剑了。怎么办？他情绪好像很激动的样子。可是我不会安慰人啊。主人，属下如今已是废人一个，无力护主人周全，求主人赐我一死吧。不可不可，你有伤就好好养，武功没了就从头再练，做什么要死要活的？可属下一个废人，活着有什么用呢？哪里废了？你会使筷子，会做烤鸡，还会洗脸梳头，这些我一样都不会，难道我也是废人吗？当然不是。所以啊，我还有许多事要向你学习呢，你全当和我结伴好了。现在你回房休息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一直忘了问你。这又怎么了？我又说错话了吗？夜行中人不曾有名姓。那我给你起个名字可以吗？这次应该没说错话了吧？自然荣幸之至。完了，我自己都还没有名字呢。那你们起名字有什么规矩没有？夜行中人一般惯夜行，名字便随主人高兴好了。行，我记下了，容我权衡几日，今晚就先睡下吧。那属下可否请教主人名讳？啊，我呀，我没有名字。属下逾矩。哎，你慢着慢着，等，给我起来。总之你先起来。我不是本地人，而是来自一个很遥远的地方，在那里名字因为没有法律效力，渐渐被淘汰了，所以那里的人都没有名字，只有编号。原来如此。不过这样你叫我确实也不太方便。哎，不如你帮我起个名吧。是，请等一下主人，哪有这样的规矩。哎，没关系啦，老铁帮个忙呗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那敢问主人可有什么志向？我也不太清楚，只知道不会碌碌而终。那敢问主人是有心朝政还是？行啊，万人之上亦无不可。既然主人有意问鼎中原，可取君姓，而玄机玉衡则是王者正天文之气，主人有宏图大志，属下便斗胆为主人取这玄衡二字吧。我家影卫真有文化。只是仆役替主子起名字，当真是天方夜谭，怕是会折了主人的名声。不会啊，这有什么天方夜谭的？夜谭。对了对了，就是这个呀。主人，夜谭，夜谭，以后你就叫夜谭了。
好听又好记，怎么样？不过这样一来，倒是两个名字都是你自己起的了。不，文章天成，妙手偶得，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。主人真是个奇妙的人。夜谭，谢主人赐名。以后我便叫做夜谭。就是这儿吗？是的，我们收到的消息确实就是此处。给我把门叫开。好困，都怪昨天睡太晚了。还是好想睡觉。快点快点，干活了，别磨蹭了。哎呀，今天活很多的。寻常人家尚且勤勉操劳，我堂堂一个创世神怎能一直闲鱼下去？说起来，代码书还放在客栈，里面可能写了开挂的方法，得把它拿回来。我去一趟云来客栈，午饭前回来，帮我照看好夜谭啊。啊，夜谭？嗯，怎么这么多人围在门口啊？是钟离院的人？好像是。看来有人要倒霉喽。哎呀，这位爷，小的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您了，他们没退房，小的是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不要堵在门口啊！我要进去拿个东西。奇了怪了，这些人为啥总盯着我看呢？莫非是觉得我美到发光？那可真是抱歉了，叶若他们真的在发光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位公子了。他不是叶长生。好大的胆！居然有人骗到钟离院头上来了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哟。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有人骗到钟离院头上来了。怎么会呢？他的随从亲口跟我说他是啊，怎么会有人敢冒充钟离院大少爷的门客呢？有趣，虽然不是岳长生，但想必不会让大少爷失望。带走。哎，哎，什么情况？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让一让，让一让！哎，我约好了中午回去吃饭的，要去的地方远不远啊？来得及回来吗？还有我的书。放心，少不了你的。嘿，等等。站住！你什么人？叫你站住，听见没有？哦，居然是你，子雀！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许久了。来，让我见识一下吧，钟离院二少爷的最强王牌，十年一刹的威名。你的剑呢？断了。你说断了？你居然说断了？剑都断了，你怎么还不去死？靠北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好不容易才把人安抚好，你们接着搞事，好气啊！不能。你说什么？我还不能死，我还要护着主人。难道我连日来的劝解开导终于有成效了？哼，主人，笑话，二少爷早已将你驱逐出门，像你这种丧家之犬，没有人会要你这种废物的，明白了吗？放手，听不下去了。呸，你才废物呢，我家影卫可好了。主人当心。主人，主人，你怎么样？好痛！主人，原来如此，你的新主子就是这个花瓶，跟现在的你倒是般配得很。夜叉，你真是可笑，可笑又可恨。
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大少爷以国事之礼待你，而你，你自持勇猛，如今却连我一招也接不下。二少爷何等人物，可接替他做你主人的，却是这种花瓶废物。糟了，能骨断裂，插入心肺，要是亡你了。主人，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死要床，主人，倒也不算个孬种，那我就成全你吧。动手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被切菜了！都怪我忘了把如何开挂写进说明书。哼，等我下次独当重来，一定要把我家影卫的数值改得比你高100倍。对不起，啊，主人，我若是全盛时期，定不会让主人受此屈辱。如果一开始遇见的就是你，就好了。是啊，我都忘了，这对他来说就是有生有世的诀别了。即使能独当重来，我遇见的还会是这个猪爸爸的影卫吗？突然有点不敢想了。我挂了吗？什么情况？倒是给点反应啊！怎么还在黑屏啊？该不会是死机了吧？我终于进入修改器界面了呀！不过这些都是灰的，看来这修改器也不是万能的。要先去本地服务器获取系统权限，是密钥还是实体服务器？这是我的能力值。哦，看来普通人满血应该是100。侧去那厮刚把我拍成了残血。总之，先多加几个零吧，耐揍点总是好的。也给修为多输几个零。是否开启实时监控窗口？实时？哦，对哦，我在这儿磨蹭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夜谭怎么样了呢。等等，要求紧急退出！主人。保存没有啊？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！主人，您没事吧？我刚才到底保存没啊？主人，您被刺伤了。啊，真的受伤了。不过虽然很痛，但感觉没什么大碍。仅凭我剩下的那30点血，这会早该跪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保存了。好哎！感谢多年来养成的随手保存的好习惯，救了我一命。您哭了？呸！我才没哭，这是喜悦的泪水。接下来你就看着我装逼就好。主人，您背上胸前均已受创，万不可再牵动了。奇怪，昨晚他明明能轻松将我抱起，力气应该很大才对，可是现在总觉得只要我使劲就能将他弹开。说起来，我在退出前到底在修为栏里输入了几个零啊？竟然还能动。左雀大人，左雀大人，你们都退下。主人，不会有事的，放心交给我吧。你站到旁边去。哦，主人，您的内力为何突然如此？笑死人了，
花瓶还想充英雄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哼，我现在虽有内力，但还是要找一件趁手的武器，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内力究竟有多强。砖石瓦砾，我可不想闹出人命。哎，这个包子倒是不错，松软温和，弹性甚可，而且皮薄馅大，入口留香。等等，我咋吃起来了呀？包子的味道如何呀？哎，慢着慢着慢着，别再过来了。哎，否则我这一包子下去，你可能会死。啊，那就来试试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还是要打呀。我如今的优势也只有血槽和内力了，虽然耐打，但若是头被人砍飞了，也是照样。你挂的呀！感觉超猛的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哎，我是打完了吗？嗯，算了，至少看着效果还不错，区区打歪这种小事就不要计较了。哟，看见了吗？刚才我那招厉害吧？糟糕，一定是方才他站得离我太近，才会被气劲所伤。啊，都怪我沉迷装逼，忘记他身上还有伤了。怎么办啊？很痛吧？像没办法走回医馆了。左雀大人，你没事吧？大人，大人，你没事吧？这混蛋！嗯，有了。哎，阿谭，我们走吧，这儿有匹马。你，左雀大人，要去哪儿？当然是回医馆啊。但愿还赶得上吃午饭。主人，那已经是第37只杯子了。这一关眼看是带不下去了，任大夫要骂死我了。上次数值改得太过，搞得我现在根本驾驭不住体内这股洪荒之力，稍有不慎，手下就是断臂残垣。从昨天开始，神经就一直紧绷着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要崩溃了。我实在不知道上次是怎么进修改器的了。阿谭，啊，你记不记得昨天在我快死的时候，我们做了些什么呀？属下也不清楚。啊，果然啊，就这么束手无。主人，那已经是第五张桌子了。干，我还是去院子里等着吧。啊，阿谭，嗯，活着真的好难。阿谭，你身上还有伤，也别老站着了，坐下来歇一会儿吧。不必了，属下怎能失了礼数？阿谭，我真的很累了，你饶了我吧。居然这么听话。原来对付隐卫，卖惨比安抚有效得多呀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话说回来，外挂开启的条件究竟是什么呢？
物品、动作、仪式、台词。我那时被泽雀打飞，撞到墙上，紧接着被夜谭扶起，好像也没碰到过什么东西。哎，阿谭，你当时说了什么来着？能再说一遍吗？这个，说嘛说嘛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属下说，如果是全盛时期，断不会让主人受此屈辱。还有一句呢。这样好了，阿谭，你还能动吗？帮我个忙，主人，跟我重演一下当时的情形吧。这，我。哎呀，好了，快点入戏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技不如人，甘拜下风。阿谭，到你了。如果一开始遇见的是您就好了。失败了，启动程序不是台词，到底还差什么啊？动作现在和当时也差不了多少吧。当时对了，叶檀，你当时是不是亲我了？绝无此事。有的有的，虽然我后来晕过去了没知觉，但我记得看到你的睫毛离我超近的。那是因为……阿檀，快再亲我一次！主人，不行！怎么有种我在强抢美女的感觉？你别怕，我。其实我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主人，其实我就是现在命中。这为什么还是没有任何变化呀？为什么还是不行啊？明明已经把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。抱歉啊，主人，我属下并非是想拒绝您的意思，所以请不要再露出这样的表情了。不是，大兄弟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在那之后，我俩间的气氛尴尬的一批，直到天黑夜谭回屋。不过关门前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很漂亮，想来心情应该不错吧。然后，我进入了梦乡。发生了什么？对了，实时监控。这次我一定要搞清楚启动指令到底是什么。这真的不是在亲我吗？我没猜错，启动指令真的是夜谭亲我这个动作。惊了，我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设置的这个启动条件？我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啊？哎，这样不是很有趣吗？有趣个鬼啊！等等，白天明明我也那啥了他，没启动，莫非是因为我主动了？所以说一定要是夜谭自己主动，而且我不能知道，非要偷偷被那啥才可以。我怕是真的有毒。阿谭进屋去了，我得赶紧把夜出的数据改回来。足足多了7个0，我当时真的很受惊啊。一般人的数值应该是怎样的呢？先找个参考吧。夜谭武功尽失，各种数值都低得发指，
任大夫是普通老百姓，数值也很低。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奇了怪了，以我修改前七阙满值来看，则却这个三千上限自然是优秀的武者应该有的数值，可如今却只剩四十，难不成他也处在垂死边缘了吗？总不会是我那一包子要了他的命吧？嗯，打不开了呀，看来得先获取管理员权限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先修改我自己的数值吧。泽雀的数据很不错嘛，那我就在他的基础上每项各加500点好了。哼，可不能比那家伙还弱。嗯 ，OK， 配号。这样以后就算再交手，我也能轻松护着叶檀全身而退了。哎，能力值终于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最令人兴奋的部分——金钱了。这还算日子我过够了。一个10座大宅院，再100个大厨，每天吃山珍海味，最后再定制一张100平米的豪华大床，你这辈子都不想再睡金石地板了。哼，就先来个10000两吧。不过再博，多余金币将默认放置于角色周围，是否确认？确认。什么声音？啊？那边出了什么事儿？警告！警告！发生错误操作，即将强制退出页面。等等啊！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警告！警告！发生错误操作，即将强制退出页面。啊！主人。啊！您醒了，属下端来了早点。啊！这，莫非是？由于本次操作导致大量原住民对本世界真实性产生质疑，这系统将严重影响世界稳定性。回荡了，系统自动回荡，剩余回荡次数玩了个大多两次。啊，好累，好困。主人身体状况似乎一夜之间大好了。其实一点都不好，不过至少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坐着吃饭。哎，主人。可是有什么不是？是这样的，我有问题想要问你，你若不愿答，倒也不必勉强。请主人示下。其一，我昨日回客栈取书，为什么会有人要抓我？泽雀是什么人？他到底出于何种目的？他言语间提到月长生，这月长生又是何人？是你曾经的主人吗？其二，泽雀说你被二少爷驱逐，二少爷是谁？可是前几天在夜行，那老夫分明说过隐卫是终生受雇，你却为何会换主人？还有我可以问吗？主人不必顾及属下。泽雀似乎对你的剑术很感兴趣，你究竟为何会武功尽失啊？抱歉啊，你不想说就算了，我也是随口一问。不，主人误会了，属下只是有点诧异，没想到主人心思如此缜密，恕属下眼拙。这是在夸我呢还是损我呢？这第一件事确实全是属下的过错，当日属下擅自误用钟离院岳长生之名住店，乃是因为岳长生是钟离院大少爷钟离子虚最为青睐的门客，城内外一切吃穿用度只需报个名字，钟离院就会为其全数买单。我操，这么土豪。我为什么说是误用？因为除却岳长生，
属下再也想不出第二个如主人这般姿容的人物，属下愚钝，连累主人身陷险境，难辞其咎。哎，你等会儿等会儿，我还没问完呢。这个钟离院又是什么地方？钟离院距长洛城东百里，是百年名门世家，于黑白两道都颇有威望。如今大少爷浪子心性，耽于玩乐，而二少爷聪颖无双，经商有成，因此内外一切事务均由二少爷打点。这两年钟离院的势头如日中天，例如泽雀就是大少爷麾下数一数二的剑客，其侠名驰名当时。那就奇怪了，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吗？主人的心思属下不敢揣测。还能好好说话不？夜行训诫，只管杀人不问对错。唉，沟通艰难，长路漫漫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哟。不过若主人有令，属下当尽力一试。这还差不多。孺子可教。属下斗胆一猜，岳长生是得宠门客，若他还在钟离院，那么泽雀来之前就该知道主人是假冒的了。对，岳长生不仅不在钟离院，而且连行踪都无人知晓。不过嘛，这和我们也没多大关系就是了。可是主人击退了泽雀，也算搏尽了钟离院的面子，他们顺风顺水许多年，只怕是咽不下这口气。那个二少爷是你原来的主人吗？三年了。阿谭，你怎么了？还好吧？是不是伤口又痛了？是的，二少爷他就是属下曾经的主人，钟离子息。他是当今数一数二的英雄才杰，可惜我技艺不精，护主不力，被废去武功。二少爷留我无用，于是将我退回了夜行。那我买你的时候，为何夜行老板娘却说影卫都是终生受雇？其实这两句话都不算错，夜行的影卫确实是可以退回的，只是从夜行成立至今，从未有人被退回来过。属下算是古往今来第一例了。啊，那又是为何？因为退回夜行的手续比直接杀了影卫要麻烦千百倍。像我们这种姓名也不配拥有的暗卫，死伤都是小事，若要将影卫退还，需要主人带着影卫往返夜行分舵总舵数次，耗费大量时间人力做各种证明，最后还需夜行上下都统一收回才行。会买影卫的人都非富即贵，谁会浪费精力为一条贱命奔波劳累？不如杀了轻松。那这个二少爷不惜如此大费周章也要留你一命，想必是很喜欢你的吧？您在说什么胡话？叶檀，你老实说，要是那天我没有将你买下，你还能撑多久？属下绝对撑不过两夜。那不是很奇怪吗？钟离子息非要留你一命，却又不给你疗伤，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二少爷是人中龙凤，他的心思属下从未看明白过。主人，你要出门？对啊，喝茶泡妞去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哟。天地良心，我说去喝茶泡妞的时候真的不是在说泽雀。掌柜的，我的东西。实不相瞒，您的东西都被钟离院的人搜走了。我的代码大全被
搜走了？思来想去，这事泽雀该是最清楚的，不过他此时命悬一线，也不知道什么情况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前去钟离院探个究竟了。天气好热，喉咙也好干。这时候要是能有一杯凉茶就好了。要是没回荡就好了，我的金人。上次送你的簪子喜不喜欢呀？公子真是的，只要是公子送的东西，人家哪会不喜欢？哼，你今天身上好香啊！来，让我好好闻闻。讨厌吗？让我猜猜，是凤仙花的香气？不对。茉莉花？不对。月季花？不对啦。哈，我知道了，是丁香花，对不对？还是不对。那让本少爷再好好闻一闻。怎么说，好像比想象中的简单多了。不过男人钱财还是有点过意不去，我取二两茶钱就还回去。哇，这可真是富得流油。让本少爷再好好闻一闻。很好，人还没走。别躲嘛。小美人，今天想去哪玩啊？本少爷带你去郊外好不好？谢了，接下来找家便宜的茶馆去。这茶香吧？先生，你帮我看看我这次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原来这就是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啊，还挺有意思。哎，听说了吗？昨天钟离院的大少爷又派人到咱们城里抓人来了。钟离院，也许是得用的情报，得仔细听。哎呀，好像没有空桌了呢。有没有谁愿意跟小爷我拼个桌啊？刚才那个人，这也太巧了。长洛城就这么小的吗？哎，这位小兄弟看着面善，可否留小爷我在此歇个脚呢？好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别管他了，还是专心听隔壁桌说了什么比较重要。旁听了一会儿后，我大概明白了，为什么钟离院大少爷执着于寻找月长生。只不过我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，和夜谭口中的大少爷浪子心性相比，就完全是两码事。听说那钟离子虚沉迷美色，不分男女，荒淫无度，将整个钟离院的人了个遍呢。什么？上遍了整个钟离院？这是我想的那个意思？靠，此等壮举实在惊人，大少爷，我敬你一杯。可是夜谭不也曾是钟离院的一员？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小兄弟，你这是做甚？没什么，敬一位壮士。在下还有事，就先走一步了。哦，这就走了？嘿嘿，我与小兄弟有缘，今天这杯茶就让小爷来请吧。我钱袋不见了，究竟是何时遭了贼手？看来盯上你的小贼不止我一个。那你说怎么了？好像是钱袋被偷了，不会是打算赖账了吧？要干嘛？我观小兄弟气度不凡，想必也是大户人家，可否赏脸请小爷我喝杯茶？拿去，把我的茶钱一并结了吧。能否请教小兄弟名姓？我日后定当报答。不必了，反正也不是我的钱。喂，小爷我姓叶，名无有，就住城外。君玄衡。终于到了，让我一通好找。原来钟离院不是一座山庄啊，这么多的商铺。大少爷身边怎么是一个钟离院？真的假的？正门有人把守，进不去了。
再看看好了，说不定能找到看守薄弱的地方。哎，这里好像没人，就是这儿了。嘿，修为增加之后，果然连身子都变得轻盈了呢。啊，这味道是血腥味。341，342，343。这声音是……稍微偷看一下吧。345，这难道是刑罚？346，347。等等，这不是蛇雀吗？348，还要打呀？349，350。太好了，我还担心把人脑袋弹爆呢。哦，赶紧赶紧，不是这把，也不是这把。啊，打开了。好痛啊。喂，子雀，子雀，这脉息好微弱，得赶紧找个大夫才行。还好任大夫教了我把脉，看来只能先带他回镇上找个大夫了。哎呀，我这些天照顾伤员的经验不要太多哦。这家伙脸上虽然都是血，但也看得出剑眉星目，凤鸟龙姿，是个好苗子了。肯定也被大少爷伤过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！哟，醒来！谁？你睡了一整晚加一个上午，我给夜谭寄信回来，见你还没醒。就给你渡了点内力，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是你，这是哪儿？是医馆啊、哦！大侠莫激动，我不过是想问你，我那本小册子上哪去了？不知道。还真是难搞。你伤得这么重，该不会是没将我捉回去，被你家主人问罪了吧？这下手也太狠！哼，我自己要领罚，与你何干？不是因为我，难道还有别的理由？因为我碰了不该碰的人，二少爷说我不该碰夜叉。好吧，算我自作多情。这人看上去心情好差，我得换个话题才行。对了。我来的路上听说钟离大少爷睡遍了整个钟离院上下。啊，简直胡说八道，明明连我都没有这个荣幸。荣幸？这么说来，坊间说钟离大少爷浪子心性都是谣传咯。大少爷洒脱坦荡，倾慕者无数，就是行窃风流快事也无可厚非，而且也不多嘛。不过才7个送水丫鬟，8个风月头牌，9个武林盟主，果真壮实。那我家那个小影卫也曾是钟离院人，不知他是否有这个荣幸呢？哼，我都不曾，何曾轮到他？哎呀，是是是，大侠您风流才俊，是大少爷他福薄缘浅。大少爷确实很中意夜叉，只不过夜叉毕竟是二少爷的人。那二少爷胜过夜叉吗？二少爷品行高洁，怎会经此龌龊之事？不是，等等，你在说谁龌龊？等等，
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大少爷对夜叉有兴趣，不过是因为他目中无人罢了。大少爷说过，求不得的才是上品，到手的都索然无味。可是大少爷不是一直都对岳长生颇为满意吗？若得偿所愿，如今也不会眼巴巴到处寻他了。总结一下就是，大少爷上门无数，但真正想上的一个也没上到。感觉真是可怜呐。有什么好笑的？那没笑啊。哼，也就是你运气好，仗着夜叉武功全失，动不了你。啊？我是夜叉的主人，他为何要动我？哼，你该不会真以为夜叉是什么好东西吧？一个侍卫还分什么好坏？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？夜叉事情残暴，不忠不义，手刃了自己第一任主人秦可奏，挫骨扬灰，尸骨无存。二少爷好心收留他，他却又通敌叛变，最终被逐出了钟离院。这桩桩件件，世人皆知，你又有什么好演的？哼，不过嘛，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夜行千百年来，每一任夜叉，没有一个是善终的。等等，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